泡澡特别合适这个池子，这池子是热的，但是现在这个池子是凉的。哟，确实有点凉哎，是不是很舒适？哎呀，一点不舒适，很凉啊！我看山哥遇到这个教练都贼皮啊，贼皮。不是1米3的水，你怕啥？1米3啊？啊？是吗？啊啊！别说1米2还能淹死人呢，1米3。我们要开始了，准备好了啊！我们第一个动作特别简单，抱腿，吸腿向上，用力往下压，对，背要挺直，就感觉到脸部下水呢。那我看不见他水里的动作。哦。开合，开合，双手用力的绕环往下压水。他这个是不是也是有团课的，不是一个？你尝试一下带皮跑有什么不一样啊？好玩，拿出你的实力。